楼市好淡增持，连南丑屋苑造价亦出现两极。素有楼市风向标之称的则如冲太古城，有三房户以1260万元卖出，较三间发钞银行网上股价低出最多 15.6%。 为天水围嘉湖山庄却有空宅同层户以535万元易手，仅较市价卖平约 5%。 据四大代理行统计，十大屋苑过去周末两日四日至五日录得6至14宗成交，中原地产统计录得13宗，按周多1宗或 8.3%。 利嘉阁地产统计同期宗数则按周维持12宗。反之，美联物业十大屋苑成交连升四个周末后首度断缆，按周回落4宗或 22.2% 至14宗。香港置业统计的宗数亦按周少4宗或 40% 跌至6宗。消息指出，太古城期内录得最少2宗成交，包括冠天阁低层私室三房户，实用面积680方尺，减价40万元或 3.1%， 以1260万元易手，尺价18529元。原业主1987年斥73万元一手购入，账面赚1187万元或16.3倍。参考三间发钞银行网上股价系统。上指股价为1404万及1493万元，反映造价较股价大幅低出 10.3% 及 15.6%。 此外，鸭脷洲海怡半岛20座高层 F 室三房户，实用面积618方尺，同期以1095万元转手，尺价17718元。楼价亦较前述三间发钞银行网上股价1180万及1182万元低 7.2% 及 7.4%， 为按原业主1997年斥555万元买入价计，账面仍升值540万元或 97.3%。 嘉湖山庄却有事故同层户离奇以高价售出。据了解，丽湖居4座高层E室二房户，实用面积446方尺，同层虽有单位曾发生事故，但只轻微减价3万元，以535万元卖出，尺价11996元，造价仅低市价约 5%。 有别一般事故同层户较市价折让约 15%。原业主2009年斥110万元购入单位，账面赚425万元或3.9倍。